我是小文，是一名职业吃鸡高手。楼上五脚不生，我们慢慢上去给他一个 surprise 嘛的报告。哎，哇哇哇！我操你妈！吓我，吓到我啊妈嘿！我老喂！哇，加强啊笑哎！哇，华姐大餐！哥哥哥哥，爱你爱你，小恐龙。妈鸡巴！喂，伏击吗？队友杀掉我！搞了打呀，搞了打喂！哎，老六老六老六！小狗东西在那边卡视野，蓝波七八两四号不要怕 ，Go！ 哇哇哇，这个老六装啊，装你妈的装！哇哇哇哇！怎么来的这个？你家里是发生什么基地震是吗？大伟，哇！你再露来来，你再露多一次，退会不会玩的哦？前面那个你是不是也是不会玩的啊？让我来教教你吧。歪头，把挂空斩。看到了，前面过马路，过马路，过马路一个。是时候了，各位，我要秀一波操作了，直接干了。打了这么久这个游戏，就是为了这一个。注意左边，提前枪。OK， 没人，赶紧往前枪。还有空斩。哇，老伟，我要跳上去跳。救吗？不要救啊！不要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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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跑吧，两次啊！不要救！你自己跑啊！不要救啦，兄弟！你赶快跑！小伟，为什么还是要救？啊，死命要救我 ！OK， 我认住你们的衣服，好吧？我们杀出去 ，OK， 我不打你们，真的。OK， 相信啊，相信啊！你好，各位可以记住。好朋友啊 ，OK， 我给你 ，OK， 我给你两个，我给完你，给你一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对啊。好朋友不打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，兄弟。就这样，小文在这个乱世中结识了两位好兄弟。原来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好人的呀，各位。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？会说中文的不一定是中国人啊！爸！他妈的，我操！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。哦，哇，空杆了。来啦，操作的时候到了，赶紧拿进去吧了，让我们打出局吧，我们开炮就可以了啦。都在里面是吧？直接拿进去。是时候了，现在展示一下我的亚洲喷火的实力。你的什么的？哎，敢跳下来呀、啊？怕死啊 ！Hello， 哎呀 ，Hello， Hello。我的妈，这么小孩子来玩这个端游的？赶紧被点差了死机了，再喊老一力给你死啊！看来现在就是真正的地狱式了。小文讲你不可以再低调了，赶紧装起来吧！哇哇哇，再冲啊你啊！冲你妈的冲！来吧，来吧，你们都得死。都在疼，我就是连打带不拉走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是嘞！撞你妈的床，四个打一个，你们不要打输给我哦！你们好垃圾，好垃圾！外面那个，赶紧别出来！黑小鬼，谁的？哇！哇！看到没有？只要我疯狂这一爆发，这把戏就是我的啦！后面那个死不干，够老啊！一直对我看上，有本事你就把我打下来呀、啊！空港。哎、欸，来呀来呀！各位，增加你们的干湿辣椒油精，我又要秀一波操作了。OK， 这个时候赶紧往窗外跳，这个叫做声东击西，你们看起来就像那种笨笨的样子。嘿，进来！哈，给我耍的团团转，这些都是细节，这些就是叫做战术，声东击西啊！看来有些英雄就没得收了，队友已经一个个的阵亡了，我又要秀一波操作了。求他妈的，让我打好药，就是你死亡的时候，敌人就在楼下，直接展示，留你干柴，祖国保卫杯，我操！Go go go！ 敌人在楼上而已，直接拉进他的心里。哈，在那边卡住也有不知道啊。先丢立场不站台，爆炸的一瞬间，直接拉进去。哎，咻啊！我老诶，死 K 谁的？他妈的！不要打我，有另外队，另外队，另外队！不要打我，有另外队，有另外队！奇怪，死 K， 操你妈！死跑完人家狙击我啊！再狙嘞啊！啊，五连六四啊，一个个来跑过来打我啊！来了，再来，来多一点！操你妈，跑完人家！哇！直接跑阿头啊！我爆了一个，爆了一个。Hello, bitch。Hello， 垃圾，垃圾东西，垃圾小 baby， 垃圾两个废物啊！狙击我，是我屌啊你！哇！喂，很多很多拉过来了，小流啦，那个死跑人家。What the heck？ 哇，下位又是他们那些死跑人家，一直来。一直来狙击我，我真的是吐了。来，有本事一打一了，来，没打过，他妈，妈的，八哥，一个两个 C G 呢，很凶是吗？来了，再追过，完了喂，你什么时候摸上来的 ？What the fuck？
啊，杨梅德。啊，杨梅德，杨梅德，杨梅德。哎，倒屁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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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狙击了，那狙击了啊。